龙指导终于露面了。他在母校肯塔基大学出席活动，获全场欢呼，但潮流穿搭遭调侃。再过不到一个月，拉简隆多就将年满37岁。他上赛季为湖人队和骑士队效力，本赛季至今都没有出现在 NBA， 他的球员生涯很可能已经画上句点。但出联盟后，隆多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，他不久前说要出席肯塔基迎战堪萨斯的比赛，担任当晚的名人歪，赢得全场球迷欢呼。在两位啦啦队美女的搀扶下，隆多慢慢走到球场中央，并朝不同方向做出形似字母 Y 的动作，受到全场球迷欢呼，看得出他在母校仍拥有超高的人气。有趣的是，隆多此番穿着很潮流，蓝白外套加白色破烂衫打底，搭配浅蓝色牛仔裤，看起来确实不像是37岁，但他此番穿搭也遭到很多球迷调侃，有球迷调侃隆多这是刚打完架回来参加活动。